大家好，我是奈奈，今天呢要来分享，就是把口罩套呢改成可以穿松紧带的口罩。对，因为我不想到时候夏天就是戴那么多层的口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在上面1公分的地方呢做一个记号，下面1公分的地方呢做一个记号。好。右侧边的记号做好之后，就换左侧边，把布对折起来，然后把记号画上去。好，画好之后，我们就来准备车缝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把布对齐好。然后呢，从上面的记号呢，车到下面的记号来。那我会车在边边的地方，等于是我把我那个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把我这两层布把它结合在一起。然后起针呢，跟结束的地方都要倒针。好，那等于就是呢。上下呢各留1公分，是要穿松紧带的。好，那右侧边车好之后，再换左侧边。好，那也是一样，从上面的记号呢，然后车到下面的记号。好，那车好之后就把线头来修一修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准备松紧带，那也就是剪你要的长度，把它剪掉。那我喜欢用这个，我喜欢拿这个是内裤用的松紧带，因为我觉得它戴在脸上比较舒服一点。那我现在是拿我的10元小工具，我现在要把松紧带呢穿过去我刚刚预留的洞里面。好，那松紧带穿过去之后就打个结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口罩套改成口罩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